系吓，咁啊，继续收听落去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要介绍一下即将播出嘅呢一首大后独唱曲，梁远芳独唱嘅《山东响马》。咁啊，梁远芳呢个人物咧，早前已经喺节目时段里边介绍过，咁啊，而家不聚噶啦。咁啊，由于《山东响马》咧都系唱古腔嘅关系咧，有少少时间咧，同大家讲讲里边系讲啲咩嘅先。就系梁远芳咧，就系、是、演唱呢个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位叫山东嘅单于云啊。咁当然咧，系一个绿林好汉嚟嘅，佢就结交一班兄弟，个个都系英雄豪杰，最重要嘅就系劫富济贫，唔系听人话山东响马就一定系贼嚟噶，咪劫富济贫啫。咁但系因为咧，咁今次嘅事件就为着话有个谋人子啊，有啲黄金咧谂住入去咧盗取黄金咧就劫富济贫。咁点知去到之后咧，哇，四面都系铜墙铁壁，真系叫人咧插翅难飞啦。难得嘅就系短短一首歌里边一个音唱，而能够将里边个环境就系话。笼中鸟啦，网内鱼啦，耳边虽又听到鸟声啦，乱叫啦，就孤虫啊，被风吹又凄凉又声，仲有铜墙铁壁啊咁样，咁佢自己本身嗰个嘅感觉啊咁样，咁啊粤曲精彩之处就喺呢度啦。咁啊，以大喉唱出嘅《山东响马》，梁远芳而家即将为你播出。
领子上，扫帚一万兄弟，我都是英雄豪杰，遇虎则平。我这黄金时间，还且谋人自重，你来看，是不是都是同参之吗？有阵阵茶起难飞，西江起来。
了。